my channel. 所以今天呢，我有对很奇怪。OK，it's okay。OK， 所以话不多说，今天呢，我要带大家去吃一个，我不敢讲是最好吃，把他们讲在 KK 是数一数二的北京鸭。这个北京鸭其实我自己也是没吃过，可是我的 family 吃过，他们讲 not too bad。所以今天我要带你们去给我 try 这个北京鸭 ，Let's go。Okay guys, 所以现在我已经到达了 Tanjung Aru Beach Resort Kota Kinabalu. 所以这个 Shang Palace 它是 located inside of 这个 hotel. 所以你们一走到去的话，你们要下这个楼梯，因为它是在下面的，然后下来的这个楼梯，它就会看到这个 Shang Palace。Okay guys, 其实这个 Shang Palace 它 不只是吃北京鸭的，它有各种各样的菜式，可是我是来吃北京鸭的啦。它这个北京鸭的配套是总共288块马币。在上那个北京鸭之前呢，它就会给 onions, cucumber, baking duck sauce, 还有就是它的那个薄饼皮来包那个北京鸭的啦。过不久那个北京鸭就到了啦，那个北京鸭呢，它就是会在你面前切给你看。现在就开始我们的北京鸭大餐啦。首先吃北京鸭它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配料来包啦，所以要确定你吃到好吃，就是要配一些配料啦。然后我现在吃的所谓就是我刚才吃的北京鸭脆皮嘛，它还有它的鸭肉那些，我就拿来煮粥，我爸爸就选来拿来煮粥或炒菜都可以。这个粥对我来说也是很好吃，它很做那个鸭味，所以我是觉得你们是值得来这边 try 一下它的北京鸭，我觉得 overall 也是很好吃， not too bad。Okay guys,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Please don't forget to click the like and subscribe butto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video. Bye!